那于总，跟你谈一下我的事情。你不是当意见领袖去了？什么？我谈的是你听不懂，你谈的是我听不懂，好吧？怎么听不懂呢？你先跟办公室。我跟他说完了。说什么东西说？说什么东西啊？说什么？我想问，请教你几个问题。你说什么问题吧？我天天的骂了这么多人，我还有这么多问题。我在这里上班，我在这里上班是谁给我谁提供的消息？什么东西？我被打的时候谁提供的消息？啊？我父母都不知道我在中冶哪个岗位，几点钟上下班？去！喂，哎，我在办公室等你啊，我在二楼。这个嫌疑就是你这里。你不要胡说八道！什么叫胡说八道？出去！出去！到公安局。哎，我在二楼。什么叫乱说话呀？哎，不是你们提供的消息，还有谁提供的消息？你到公安局去。公安局我肯定会去找，肯定会去找。你在哪个地方？我在二楼。喂。喂。还有啊，我那天你不是在我家楼下讲规定几点钟上下班，哪条上下班的路啊？你要拿出那个法律依据来呀！你去中裁，几点钟规定是上下班的时间呢？你去中裁去，好吧。等我上班了。到劳动仲裁委员会去中裁，跟我们。等偷了路又不要被头打嘞。到我们中裁去，好吧。我会去的，你放心。你去。我会去。去中裁。会去。怀疑的事情找公安局去，劳动那个工作时间的事找中裁去。好吧，我不是谁，我来你这里上班不是被人家头打的，干嘛？我上班上的好好的，你干嘛来打我呀？没人头打，就是你头打，就是你要打我，就是你报复 我，因为前面我要去北京，我还有个问题，我等了你这么久啊，你不是说把北京老总的电话给我呀？干嘛又不给我？干嘛又不给我？你不敢给吧？是你不敢给吧？哎，是你不敢给吧？你自己说的话都说不到数，你自己说的话都说不到，说不到数。我说什么呀？你才是垃圾！你我说你是垃圾，你不配！我侮辱了“垃圾”两个字，我侮辱了你“垃圾”两个字，侮辱了你“垃圾”两个字。去，不去我叫保卫过来，我叫公安。你叫保卫过来，叫公安过来呗。什么东西？你什么东西？哎，有本事打我，有本事安排来打我，什么？你才无耻！我说你无耻，你配不上两个字。是，全国人民都在，全国人民都在打我。我这是讲说法呀，我被打了，你们没有责任啊？什么责任啊？你说什么？你没有责任啊？哎，你没有责任啊？他们是你的警务员的。操！我上班上的好，我上班安排来打我呀！你是公民，谁打你了？谁打你？谁打你？谁打我自己是明白。好吧，别说。自己明白。滚出去！自己明白。走。自己明白。好吧。作为一个企业员工，在你这里上班，都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，你这算什么企业呀？啊？你算什么企业？你讲。你去报警了，好吧？我是报了警，我报了警。公安在那搞吧，好吧？公安也在搞，我自己讨说法也要讨。你讨说法，你到公安也伸不上手段来。这里也要讨，这是我第一有嫌疑上班的时候嫌疑的地方，你要去到办公室。嫌疑最大的地方是这地方，你知道吧？好吧。啊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地方是嫌疑最大的，谁知道我在这里上班？你去报案，几点钟上下班？我会报案，不会放过你们的，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告诉你，好吧，告诉你，肯定会报警，我肯定没有这么好的事。啊，我上下班几点，谁知道？不是你们提供的消息，谁知道？对呀，谁知道？我父母都不知道我几点钟上下班，不知道我在哪个岗位。别在这儿。给你讲，对，我这会是想，我是在你这里受的伤的，在你这里被打的，你不要负责任是吧？啊，你不要负责任是吧？好吧。不要负责任是吧？派出所，别动。啊？你给派出所怎么叫？好吧，你在报案局行，你管理办的时候公安厅这边行，好吧？你不要在这里吵，不要在这闹。我不在这里吵，我是在这里打的，你必须要当我负责任。谁跟你负责任？他在这里。周也负责任。你在外面打。周也负责任。谁提供的消息？是吧？谁提供的消息？我今天从上下班，啊？谁提供的消息？这肯定也是要那个。你也公安查，也是真凭实据，是吧？不要乱讲，是吧？你这上班啊？这是最大的嫌疑，我不是乱讲，最大的嫌疑就在这里，就在中冶公司。中冶公司，你拉证据来呀、啊？不需要证据，要什么证据啊？谁知道？证据那没有啊？你说一下，是谁提供的？
你说我父母都不知道，你知道我几点钟上下班吗？你知道我在哪个岗位吗？我在这里上下班这么多年了，哎，你不知道最大的嫌疑就是作业呀，所以最大的嫌疑就是作业呀。你不知道？那找了个录音笔呀。你把我录什么笔？你给那个公安局，公安，我们说的不错，领导也是正确的，是吧？哪个出的事？你不是在这里出的事，是吧？你在外面出的事。什么叫外面呢？什么叫外面？哪条路哪条法律规定的三加八不能吃饭的？谁规定的？啊？谁规定的？谁规定的？好吧，你有事别谈这个，你找公安去，好吧？公安是怎么说？跟派出所讲讲，公安就是要把我们关进去这边请的，好吧？报那个派出所的手里去干嘛？去干嘛？我今天来这里就是讨说法的，去干嘛？最大的嫌疑就是在这里，谁给我提供的消息？谁提供的消息？我不明白，我想请问你们一下，谁提供的消息？谁提供的？哎，你说谁提供的消息？我们又不是破案的。你不是破案的，你当然不是破案了。对。你不是破案。我父母都不知道我几点钟上下班，都不知道我在哪个岗位，哎，谁知道啊？只有中野，最大的嫌疑就是中野提供的消息。中野，你可以分析，还是公安的反应，最大嫌疑在这个中野，你可以反应的。这个你放心，我会跟公安反映的。嗯，我会跟公安反映的，你放心。我们也是保。中野是逃不了责任的，中野逃得了责任吗？逃责任不责任？公安这个在乎你说的，这个真的是。你协助我，当时被打的时候一个鬼都没看到，现在维稳的人倒出来一大堆了，啊，就这样子对付员工是吧？这就是你们的法律是吧？这就是你们的规定是吧？啊，当时我被打人上哪去了？人上哪去了？哎，你对一个工人的安全都负不到责任，你还有什么这个企业呀？哎，对员工负什么责任呢？现在也对你任何人。对我负什么责任？哎，你负什么责任？到公安里面去报案。你负什么责任呢？公安报案就行。哎，刚才你偷我就是对我负责任是吗？哎，我到你了，那我要我们领导你这个那个不是少啊？你是在那个回家在这加那个枪贩子？工作上的事去找总裁。怀疑的事情你找公安局，好吧？